这是太子的衣服。是。这个逆子，胆敢在宫中公然穿着龙袍，他是想说朕早点死，还是等得不耐烦了？这里通向外面，要是能逃出去，倒是神不知鬼不觉的。你要出去送我一份。给我，放给我！放箭！古装穿越剧《宫》经典重现，每逢星期五晚上10点，2集连播，八度空间准入宫斗播出。